瞄准敌船，有效击中。舰炮接收木指，福林右拐，距离300米，开火。实战打击火力全开，中国战舰演练大秀军事肌肉。近日，南部战区、北部战区、东部战区三大战区海军陆续开展实战化多科目演练，全面检验海军官兵战场适应及协同作战能力。强调密集练兵、蓄势待发，中国并没有提到谁是三大战区海军演训假想敌。但日前，美国海军马斯廷号舰长一张翘脚看辽宁号的画面，不难想象共军较劲意味浓厚。两栋幺收到。马上抵达目标地域。甚至派出武装直升机护航的直20编队集结升空，迅速抵达作战任务区。扰台战机更是变本加厉，12号就派出25架，创下单日架数新高纪录。面对中国挑衅军演又不断扰台威胁，继国务卿布林肯发出警告后，美国国务院也再次表达关切，呼吁北京停止侵略行动，在军事、外交和经济恫吓台湾，在台海问题上不要轻举妄动。在新闻，黄春燕报道。